欢迎收看《我的动作要转弯》。第一组的参赛者有陈宝莲、包伟明、岳红，请我们的 Barbie Girl。三位请注意看老师的动作啦 ！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这地方比较好一点了，来包伟明啊，不是，哎，大哥，你脸色可不可以好看一点？不是，就是给后面两位很大压力。真的，我不是，我重介绍一下，重讲啊，来包伟明先来。哇 ，One, two, three。哎，不错，好哎，岳红，你眼睛不准再往后看了哈。不能，要不要给你戴眼罩？我跟你讲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啊，哎，陈宝莲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啊，自己都觉得丢脸。哎，我看不用投票了啊！包伟明获得晋级。第二组请就位。第二组的参赛者有刘尔金、徐若瑄、艾伟。来，老师，现在是第二组的表演了。音乐请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太简单了，看这个前面那组看的现在这样，堆心瓜，你看。阿星，来往前一点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老师都跳错了，老师还慢了，老师。来，变成你学他跳了。徐若瑄。嗯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哦，好，艾伟，好难哦。脚还举着，好，六耳金好的请举手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票左右，爆冷。今天有那个徐若瑄好，徐若瑄在。喂，快了快了，我成功了，笑啊，我成功了，是，82票啊，你以为是选市长啊？来，艾伟好的请举手，偶像歌手的时候，好，艾伟好了，长青组也可以举手，长青组哎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九票，好，而且他们来自是我们这个长青组的这票源，徐若瑄获得一分，来第二个音乐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连音乐都是，连那个舞蹈都是长颈组的舞蹈。徐若瑄，好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好，还不错。阿西，我带了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还不错，哎呦，阿星好厉害啊！哎，艾伟，你可以看了好几遍了啊 ！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哎呦，不错哎，哎呦好哎，哦，这一题呢来讲的话，他们三个都还不错。好，这个刘尔金好的请举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哎，谢谢，35票啊！来，徐若瑄，好了，请举手。徐若瑄，啊，还是这么多票？对，你们的同学有点这样子就对了。我今天要以很客观的立场来判断。来，14票，好来。来，艾伟，好了，请举手。伟哥，
你看，哎，长青组票源，再数一下，有，好，85票，艾伟获得一分，获得一分，对，这个这一组的这一分呢，我是判定刘尔金啊，我也觉得，那他们两位就暂成平手了。可是刚举我的人，我有一点小礼物想送他。哎呦，我搞这一套啊！送什么礼物？什么礼物？卫生纸啊？干嘛？还用过的、啊？那谁要啊？没有用过的。用过的、啊？这是魔术卫生纸哦。是吗？这怎么用？啊！好恶心啊！你妈擦，他刚擦屁股嘞。拿卫生纸？什么叫魔术卫生纸啊？你吃过他敢？变魔术给你看哦，你猜哪一边好不好？看好哦。这边呢、啊？哎，这边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送给你。您是有获得克沙奇病毒的，还可以骗到这种人，对不对？真是太容易。加赛一条，加赛一题。哎 ，1 2 3 4。好好，来刘尔金 ，1 2 3 4。好，哇，不简单，哇，不简单啊，80几公斤可以这样的啊，80几公斤啊，来，两只猪脚在那边踩嘛 ，1 2 3 4。好，脚也错了啊，很不错。那个认为我们徐若瑄掉了，请举手。徐若瑄，哇！哇那刘尔金好了，请举手。刘尔金，请举手哈。啊！不过我也会啊。厚颜无耻这四个字，你会不会写啊？才4票跟人家还了。好了，徐若瑄可以吧？徐若瑄了。徐若瑄、刘尔金也列入比赛了，包伟明加上我们丁柔安，好，总共四位进入决赛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决赛组的参赛者是丁柔安、刘尔金、徐若瑄、包伟明。获胜的可以获得马来西亚的机票，来回机票。真的假的？穷玩，哎，什么？丁柔安最幸运的种子队啊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加油了，好，老师请。1 2 3 4。第一个来，包伟明，完蛋，完蛋了 ！1 2 3 4。好，哎，徐若瑄 ，1 2 3 4。好，请后退。刘尔金 ，1 2 3 4。来，丁柔安，5次 ，2 3 4。啊，刘尔金获得1分，谢谢。先看这个音乐啦 ，1 2 3 4。刘亚欣。1 2 3 4。都不在拍子上。你是音盲啊？你没有一拍子。不是，又辣。他知道要在拍子上，可是做不到。有时动作跟音乐是不能联想的。对，没办法。来，好，若瑄妹妹。哎，我发现这个动作只要是能在拍子上就已经完美了，就差不多了。不一定要做对，只要在拍子上。来，若瑄。1 2 3 4。不错，也很包伟明，好 ，1 2 3 4。
来，丁守安，厉害厉害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1, 2, 3, 4。投票了，大家公平一点啊！包伟明好的，请举手。包伟明啊，啊，包伟明是这位吗？85票，76。好，许若瑄好的，请举手。14票。好，来，刘雅欣好的，请举手。2票啊，只有两个举而已。哎，丁若安好的，请举手。14票啊，25票。所以呢，这次会比较明显的是我们这个包伟明的过程。恭喜，哎，谢谢。恭喜。那决赛题就说包伟明跟刘雅欣，刘雅欣啊。1, 2, 3, 4。比较简单了啊，包伟明。现在刘雅欣向后转了啊。1, 2, 3, 4。阿星，你包伟明跳得不错啊！看到包伟明跳舞，感觉好像是这个马爷这个附身，你们啊！哎喂，再往前一点 ，1, 2, 3, 4。哎呀，这个耳机就差一点点而已啊！对啊。后面一个动作，话讲回来，他的马来西亚机票给我们拿了3-4张了，是不是？这一关的判断是包伟明获得全胜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还有更精彩单元，红白胜利，有个胜利。